像我这个莲华生大师，那时候啊，我这个元神真的是出窍，啊，气到这个尼泊尔，气到他的岩洞，然后他从这个把我变成一个光点，从嘴巴吃下去，然后从密轮出来。这个是有，然后他放全身的光，照射我的毛细孔进到我的身体里面，作为灌顶，这个是有。当我讲出来以后啊，这个叉叉也讲，啊，十轮金刚啊也把他抓去，然后他变成又就把这个叉叉吃到口里面去，又从密轮。啊，十轮金刚把它从那密轮这样子放出来，啊，听说也有这种现象，他也有这种现象，我就觉得说，哎呦，好了不起哦，我只是莲华生大士哎，他是十轮金刚哎，十轮金刚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化一个身，到了南印度的吉祥米聚塔，显现成为十轮金刚，向香巴拉的国王，这个讲十轮金刚法，跟夜贤国王讲十轮金刚法。那么十轮金刚也把叉叉吃进去，也从密轮里面啾放出来。像小便一样，这样集物放出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搞不清楚。那算一算呢，请十轮金刚啊指示一下，到底有没有说你把叉叉吃进去，从密轮放出来？那佛陀也在这里哦。那么十轮金刚有的，嗡哈卡玛拉瓦拉雅娑，嗡哈卡玛拉瓦拉雅娑，嗡哈卡玛拉瓦拉雅娑。Never。没有这回事，那还是吹牛。